手工皂黄斑可以摆脱吗？黄斑脱逃秘籍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今天的配方主题：黄斑脱逃 DIY 零黄斑手工皂。配方推荐：类黄酮萃取液，又称维生素 P， 是1000倍维生素 C， 可抗氧化零黄斑。成分萃取：西度樱桃萃取，含维生素 C， 生物类黄酮；青叶香蕉萃取，含类胡萝卜素，抗氧类黄酮；柠檬萃取，含陈皮苷，复合类黄酮；柳橙萃取，含柚皮苷，多元类黄酮；葡萄萃取，含蟹皮素，活性类黄酮；天然水果萃取，无化学成分，可增强皂宝宝抵抗力。老配方有感情，新配方敢流行。 DIY 零黄斑手工皂配方做法。配方材料：一、1000公克手工皂皂液；二、低分子类黄酮萃取液30克，添加比例总皂液3%，成品约1030克。配方做法：一、手工皂皂液呈优酪乳状，也就是清滴时，将低分子类黄酮萃取液倒入皂液中，充分搅拌即可。添加低分子类黄酮萃取液小叮咛：不会加速虫状皂化，不会改变皂体颜色，不会改变精油味阶，不会改变皂保洗感，不易有黄斑油耗味。 DIY 配方鼓励，如果您觉得这个配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大家在 FB、YT、IG 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您的鼓励会是我们前进的最佳动力。谢谢大家。